爆裂啦！吴昕玉怎么是用左手拉，不是用右手拉吗？对呀，那可以啊。嗯，那在那边跳那是什么舞啊？已经爆裂了，还在那里转。我这里要打败他。你有没有冲的？你今天用哪一只？坚毅战神吗？对。然后对上神医圣剑啊。天翼战神，谁要打？哼哼，哈！哇！吴昕玉这次又赢了，回转胜利，又一个回转胜利。你有去换几条？哪有那么在乎？无啦，这个是有问题。一条倒反的容易。开始。开始。神力圣剑。哇！冲啊！冲啊！耶！吴昕玉三连胜。哇啊！开始。哇！这次撞到旁边了。天翼战神一开始就对啊，天翼战神输了，啊，天翼战神你输了，因为你撞到太旁边了，所以他一个旋转力道就完全被削弱了，你知道吗？战斗。开始。哦。哇哦，打很大力，攻击他。攻击。天啊，赢了！还如果用哪一个呢？用哪一个战斗盘呢？不要用这个，用哪一个战斗盘？飞出去吧。啊。这个是加速轮盘的战斗场。哇，你输了！还没放下去，还没放就停下来了。战斗开始！行，哇，准备攻击吴昕玉，砰砰砰！准备打爆他！来呀，来攻击！应该是谁？天翼战神获得一分，旋转胜利。接下来战斗开始，第二场，哇！天翼战神把神力圣剑给爆裂了。你想把谁把那个轮盘给要敲掉？对呀、啊，完全打飞掉，爆裂还把它打飞。对啊。真是太暴力。那他从外